Hello， 我是生活动起来的阿斌。当然，做工也要动起来。所以，我们来看看今天到哪里当志工呢？今天呢、来到张妈妈的流浪动物之家。今天的工作就很简单，就是帮狗狗们拍可爱的照片。你看这位仁兄，哇！那我们再进去看看有多少只狗。这里面还有，还有，天哪！狗跟狗啊，它可能会有一些比较热情的，像这一次，你看，来。你看自己跳过来的，自己跳过来的话，你可以摸它是没有问题的，因为这边的狗都你知道就流浪过，所以他们可能会比较珍惜跟人的互动啊，然后在一起这样。你看就可以摸它，但是如果假如是在远地方，然后可能会害怕，你就不要去摸它，因为搞不好会被咬，这不一定。那我相机也准备好了，看看哪一只狗可以获得上镜的机会。哟呼！怎么大家要上镜的时候就变成那么呆萌？好，先这样，我来捕捉一下。我发现有一只还蛮不错的，来拍它。那就先找一些好照的。我学到一个小技巧，就是先慢慢靠近，跟他们当朋友，然后从聊天开始。你看他，你看他啦，你看，害羞了吧？装没事，又装没事。发现有猫哎、这猫有几只啊？四五十只吧。相较之下，它们安静多了。嗨。哇！有那个天窗，你就可以抬头看。都有是不是？有吗？那是两只吗？好，他这样看着我。哦，有一只比较亲人的来了。因为我对猫真的是比较不熟悉，如果有做错什么事情啊，希望爱猫人士原谅一下。哦，这张就很好看，不要动哦。哦，很棒。哇，猫根本就是天生的 model 哎。你看它们。然后这几只都是比较亲人，你看，他们都会在我旁边走来走去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确认过眼神，我遇上对的人。这边有一只很像看着窗外有一些事情，我们来看一下他在想什么。
嘿，宝莉，你在想什么？你在想什么？啊，吵到你了是不是？抱歉抱歉，拍个照好不好？拍个照。啊，我一点距离。其实，在张妈妈动物之家这边，大概有600多只的狗狗，所以啊，我没有办法一一的拍给大家看。但是啊，我还是有拍到几张又可爱又有趣的狗狗照片。喜欢的话，赶快来认领哦！好，那希望啊，就是大家会支持这个频道之外啊，就是也多支持张妈妈的流浪狗狗、流浪动物之家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